为了培训三级人才，推动企业饮食经营发展，嘉义县工业会十七号暗时，甲嘉义在地四间大专院校——中正大学、嘉义大学、南华大学、五峰科技大学，共同签署三级合作备忘录，以促进三级交流以及产业饮食经营为重点，共同牵手推动嘉义人才就业的竞争力。三合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，由嘉义县工业会理事长卢武锦、含中正大学副校长郝凤明、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、南华大学副校长林成章，佮有五峰科技大学校长蔡宏莹共同签署，特别邀请到嘉义县乐冈区青年发展处处长陈义汉担任见证人，开启嘉义县政府、产业界佮有学术界联手合作培育人才的新业。嘉义县工业会吼。今日吼，甲咱嘉义地区的四所大学吼，中正大学，嘉义大学，南华大学，五峰科技大学，来签署这个产学合作。产学合作是因为我们的会员厂商很多，所以我们签署这个，让大家知道一个。产学促进产学的交流，还有永续经营，推动人才的培育，这点就是我们目前跟那个四所大学，签署的最大的那个希望，说能够达到辅导所有的会员厂商们，大家有共同来利用这个产学合作的机会，让培育更多的人才，让企业能够永续的经营，这样这是我们这次。产学合作方案的是最大的那个重点，谢谢。这次签署的三项合作备忘录，合作的目的是以三项人才培训和饮食经营发展作为大方向，内容包括企业实习、青年就业机会、在职训练和进修课程等等，希望会当透过这次签约来促进的产业界、学术界的交流活动。结合着学术伦理和企业实务，达到知识产业化的行业，创造产业、学校和青年三赢局面。最新新闻，杜定顺、王小山、嘉义市彩虹报道。超越，追求更好，祝大家新的一年鸿图大展，家家平安。爱情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，梦见你我心却变得不平静，好想把你收藏。 I say hey yo， 告诉你今天我超越，追求更好，祝大家新的一年鸿图大展，家家平安。用一句话来形容幸福会是什么？光着脚踩在土地上。两句话呢？我阿公常常拢讲，人生有诶无诶代志，你足侪啊，咱着尽量较简单诶。三句话呢？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山好水，自己的家庭在这边去做自己喜欢的。幸福对我来讲，就是可以吃到产地最新鲜的蔬果，所有的食材新鲜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台湾的很多土产现在都变成精品，送礼就是要送国内的农产品。